大家好，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城市叫乌干达。这个城市呢，这个城市的一半呢也是中国人。这个城市白天的时候虽然是很满的，但是晚上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如何漂亮。那今天我去大家看看这个城市。来，大家一起看看乌干达城市的美丽。